我是一头野人，有好多人类闯进了我的领域，我要去抓他们。哼，还有一个叫温柔的，他是他们带头的。温柔，你别跑！不然我们快走呀！我们现在已经爬到好上面，好上面了。我要去追他们，他们在哪呢？打他！后面还有新来的，新来的小火水，你去杀新来的。我来杀这些前面的。这怎么这么高啊？哎，谁掉下去了？有人掉下去了。我掉下去了。你是狙吗？你把我打下去了，好吧？我没打下你，我没把你打下去。完了，上面怎么这么多人拿枪呀？哇，可恶的人类，他居然拿枪打我，难受。我还没有上到上面和我的朋友们会合呢。我现在需要。这是谁？哎，我这是在哪呢？现在整个楼的模型已超快的高楼大厦。这，我感觉抓不到人类了，还有五分钟，他们在上面已经集结了。我的野人兄弟们，跟强哥一起上！我上不去啊！我们要一起冲，一个一个冲是没用的。哦，你看，你抗林弹雨来了！哇，他这个沙好棒！那一起上喽！那我们一起上，那下面等我，下面等我，我们一起冲。几个人啊？你跟我两个人应该就能了。你去前面垫背，我在后面冲上去。我垫你妹！你垫背啊！走，来了没？走，我在你后面，走，上，一波击溃他们，柔姐姐，来了吗？走，快点，走，我在你后面，你走啊！哇，这个枪打我这么疼啊！完了，好疼啊！你跟上没？我跟上了。哇，这不行，这枪的威力太大了。好了，我们野人认输了，难受。这人类已经再次爬到了顶点，他爬到顶点，我们就人没用了，是吧？是的。难受，尤其你这个就最倒霉了，你是自己掉下来的。还不是因为你吓到了我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今天的野人来了，他们已经爬到楼顶了，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，好吧？然后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强哥感冒了，声音有点不同啊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